看看这，看得多热闹啊！哎呀，放一个游轮过去。这个河边啊，从早到晚，从凌晨四五点开始到晚上一两点。这样河边上一直都有人钓鱼，沿河两岸，这钓鱼是天津人的一个业余爱好。这里到了晚上的时候，这个河两边啊，河两边就有好多好多当地人在那跳舞、跳舞唱歌的，特别热闹，一直到十一点。我带大家在这个河边上去走一圈，看看这里多热闹。Thank you.
吧。啊？这两个小孩啊，好像十一二岁的样子。是音乐，可以。这里可能就是一些家长搬了小板凳过来，陪着自己的孩子在那跳舞的。明星四级有还。行，我走了。